妈咪，你现在做什么？上学。上学啊、哦？今天谁带你上学？嗯？爸爸和妈妈。嗯。走啊。走。我在打。这里有出来吗？我在那里。哟。爸爸回去不用洗手了，对不对？小猫咪。因为今天有牵到小猫咪的手啊。对对，可是还要洗手。这是那个芳香的手机。那什么草的哈？对啊，我回去还是要洗手。可是爸爸摸过你的手就可以不用洗手啦、啊。好，好，嗨，小猫咪，开开啦，打桩了，对不对？这边有几块的口罩？是啊。先翻翻看，是不是这里？口罩是不是？哇，你怎么躲那么隐秘？啊，躲得隐秘哦。你想不让你看到啊？戴帽子，戴帽子。有没有好冷？没有啊。没有，好冷，爸爸觉得好冷的。我觉得好冷。是啊、哦。好潮。但爸爸妈妈看完电影，刚好去接妹妹来得及呢，三点。啊，你们看电影哦。对啊。嗯，不装配、那个。你说大白鲨吗？不是。哦。大白鲨会找你们一起看的、啊。爸爸去滑板屋那一栋的九楼看电影的、啊。哦，知道。那个。嗯。3D 电影，你再说清楚。哦、oh, ，sorry 啊，好了，来，拜拜。拜拜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